花园夜市周边美食。一只都是点半只，380。哦，超多只的哦。应该是比较高级的鸡吧，而且伊的肉质吼，会比一般的鸡都要鲜嫩，香的哦。它的皮有黏嘴的胶质，这唔免用淋迄个咸酱就足好食，免淋胡椒粉。很多料哦。乌骨鸡架起来，伊的肉质吼特别的鲜嫩，而且不会有腥味。好，汤头很鲜玉，在孕妇买当价。下面有营养价值很高的藕蒜头，藕蒜头。它这个汤头就是藕骨鸡加藕蒜头的去做结合，这样子一锅温补料理700块。然后他有附一那个一盘那个菜盘，那个假羹，炸水莲150，手盘啊手盘。没有蔬菜的菜贵，菜酸肚片安尼一份150块，伊这有市面上罕见的高丽菜生，口感酸酸的很下饭，还有这猪肚，吃起来蛮有嚼劲的，会散嘴的一个菜。这个头头鱼有特别炸过，所以肉质比较 Q 弹扎实，盘开的都要明显。规定的都是海味的精华，还蛮多头头鱼的，安尼一鼎300块，很营养哦。枸杞叶这一盘180，很养生，吃起来很像地瓜叶。它要吃之前要拌一拌，看来在其他较无卖，伊吃起来蛮嫩口的。